家好，欢迎收看去中国讲堂。虽然现在市面上禁止流通假币，但是最近呢还是有一些新型的假币流通出来，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，这种新型假币也是有辨别的方法的。小编就来教大家，只要学会了以后轻松辨别真假币。那具体是怎么辨别的呢？想要了解的朋友赶紧跟着视频一起看看吧。虽然说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用这个手机支付了，但是有些地方呢还是必须需要使用到这个现金的，所以说关于这个现金它的真假辨别方法我们要学会。特别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假币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变造币。而这种变造币一般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拼凑挖补形式的，还有一种呢是两面拼接形式的，也就是将一张假钞一张真钞分别各拆一半然后混合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张假钞了。所以说像这种假钞的形式啊，我们是很难辨别的，并且据了解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都很难辨别出来，除非是拿一些比较精密的机器才能辨别得出来。那么现在呢就来教大家几个非常靠谱的辨别这种真假币的方法。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呢，我们可以摸一下毛爷爷衣领的这个位置，如果是真币呢，那么这个衣领的位置就会感觉到有一点明显的凹凸感，而假币它就不一样了，它做的工艺是没有这么细致的，所以这种凹凸感就不明显了。并且因为它是变造币嘛，所以它中间呢肯定有这种拼接的痕迹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说拿放大镜或者是相机拍一张然后再放大看一看，如果是假币变造币肯定就能看得到这条痕迹了。所以说我们拿到这种钞票的话，如果感觉这个钞票不对劲，我们就可以拿一个手电筒啊在它后面照一照，或者是拿相机照一照，如果是真的变造币的话，那肯定一照就能验得出来。所以说大家以后拿到钞票之后啊，还是要留个心眼比较好，看一看这个钞票是真是假，不然的话到后面吃亏的话仍然是我们自己了。好呀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